肯定都不错，对，还不错，加了很多钱，就因为他们那个 owner 有做过一些 renovation 啊，弄得蛮漂亮，至少它展出的时候很漂亮，那很不错。那就家具可能也不用这么买，家具我什么都没有啊，所以可能你现在租的房子没有家具吗？现在是我妈那里。哦，你妈也在这儿？对，你妈在哪个房？我妈在 Bedford。 哦 ，Bedford 那很近，离我们Belmont，20分钟。那你现在住在 Bedford？那个 Bedford 有礼拜一、礼拜三有球，你没有去打？不知道。哎，是吗？在那个你知道叫什么Lieutenant 什么 Jobs 有一个 Elementary School， 我昨天刚刚在，礼拜三刚才在打。我一般礼拜三晚上去。 不过下周三是那些人打得不错，对那些人就是说有 Bedford 的一些人，然后好多都是 Lexington。我们这边是一个星期三打。哦，你们这边那就看你的，那就是说你 Bedford 如果在你妈那儿住就蛮方便蛮近的。他们那边就对我就觉得20分钟对我来说。你上班在哪？ 就在这附近，在上班在啊，你离上班比较近。待会儿探讨啊，待会�200万的房子降级到30万的房子。哦。
哦，你妈的房子大概有两个密码。他们很有钱。哦。但是还跟我收房租，干嘛？哦耶。他们非常有钱。那干嘛干还给你收房租啊？那他跟我不熟。谁呀？我妈跟我不熟。你妈？哇，不是，我妈没有从小把我带大。是你外婆？不是，就是我爸，他们离婚了。哦。那你爸在还在哪？我爸在哪？哎，早上。好吧，无所谓，反正你这么想，你不住你妈那儿，反正住别人那儿一定要交房租。那就买自己房子就好了。对，买自己房子就好。那个趟离这边一个蛮近的，就是你买那个房子。我买在哈森，还可以，不说特别近，但是还好。哈森多远？30分钟吧，距离是多少？30分钟。就 Bedford 到这也是30分钟。是吗？对。你结婚了吗？还没。啊，自己就有一个租一个大房子。对。反正老爸也有钱，老爸老妈都有钱。你老爸在台湾是吧？我老爸的，他是投资人。哦，那他可以，那你老爸可以帮你资助一下。然后他赞助了20万，快25万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相当不错，一直差不多。对，我自己再贴一点，然后对，那相当好，因为这样的话，给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position， 对啊，因为你就可以 advantage 这种 high interest rate， 对啊，因为 high interest rate 在抑制这个房价，那你我有 cash 的话，我就可以 high interest rate 抑制的是200万的房价，但是它其实会促长这种20-30万的房价狂升，疯狂升，哦，有道理。对啊，等我爸什么时候想要来美国了，我就可以换大房子。你爸还没有决定退休？没有，那他投资人没什么好退休的。哦，他不真的工作。哦，他自己做自己的这个投资。对啊。哦，我还以为他做一个 fund manager。对，我的膝盖好像有点。那好吧。行，哎，你想六个再六个。好，来见识你们的产线，我就盯着你们看了一眼，都没人反馈，产线还没有。好，我休息一局啊，对，你来打 pick 吗？对，我的膝盖跑不动。打屁股吧，小龙上吧，啊，我休息一局啊。你屁股不应该跑不多啊？我们要准备比赛。我休息一局，啊，我的膝盖。现在在练你裤子。你现在屁股不是很想打的吗？是想打，但我得休息。黄辉这两周都不打了，就是要休息他的那个。他也是打这个的。不是，但他就要休息休息他的腿，免得比赛打不下来。后天下礼拜。哦，那你们慢慢休息。好。好。touch 了没有啊？好。哎呀！哦，差一点。要摁过去。好。
好枪！好枪，好枪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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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